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当中有一回合，我们称它为“福音大跃进”。大跃进绝对不是只有在文革期间会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见福音的大跃进，突破性的成长，就是圣灵的工作，在许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会被圣灵给突破。触摸，我们今天要来看，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九章开始32节以下，一直到第11章这一段故事的经文篇幅蛮长的，讲述了彼得生平，他如何跟哥尼流这位外邦的百夫长之间的这一段故事。那我们知道，在整个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文脉当中，常常会有一个人物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人物接续。就接着另外一个人物，它有些重叠的部分啊。所以在第九章第一节到30节，讲述扫罗的归主。然后之后呢，这一段从9章32节开始，又交代一个片段，彼得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一些工作。好，有讲到彼得如何使以尼亚得医治，他如何使多加复活。我们知道，这是彼得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两件神迹的服事。之后呢，就讲述彼得要准备被上帝引导突破到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家里面去服事。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读下来，你会发现它有很多重复。重复呢，可以说是这一段故事的特征。这个故事的重复呢，其实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边，你会发现它故事发生是在第十章。然后当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教会当中就认为说，诶，彼得你怎么可以去哥尼流外邦人家的时候，所以彼得在第十一章还把这个故事再讲了一次。然后呢，等到第十五章，也就是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彼得又把这个故事再说了一次。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哥尼流信主的故事在使徒行传当中好像非常的重要。故事的发生，路加写了一次，彼得引述两次，十一章一次，十五章一次。诶，让我们开始了解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记录着福音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原来圣经当中记载着，哥尼流呢是在该撒利亚，他呢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我们可以想象，彼得跟最初这些使徒们，他们都是穿着长袍的很典型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留着大胡子。好，然后呢，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简单来说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好，各位可以想象罗马的军官他的装扮，他不会留着犹太人的大胡子，他罗马的军官，然后跟犹太人穿着长袍的，这个是典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物。而福音怎么样曾从这个穿着长袍子的犹太教的世界，要进入了外邦人哥尼流的世界当中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上帝不出来帮帮忙哦，你会发现彼得很难突破，要去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经文就讲着，首先呢，第十章一开始是讲述说，哥尼流呢，他看见了异象，有天使对他说，你所有的祷告、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很有趣啊，一开始这个主角上场的是讲到哥尼流，这个哥尼流呢，他在异象中有天使对他对话。这段意象对话出现了更多次哦，除了这一次，好，路加记载着哥尼流所见到的意象。后来呢，哥尼流派他家里的虔诚兵去邀请彼得来的时候，又讲了一次。好，不然彼得还不来哈。然后等到彼得来的时候呢，哥尼流又说了一次，所以请你来。然后当然，后来等到彼得在犹太人面前来说明他为什么去哥尼流家的时候，又把这个异象又讲了一次。所以我们了解，在这段事件当中，就是要说明凭什么福音能够进入外邦，
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引导，不是出于人的计划。如果出于人的计划，你会发现啊，大概他们怎么样都不会计划把福音带到外邦去哈。所以经文当中就提醒，讲到这个哥尼流，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故事题材里面，哥尼流就被刻画成一个典型的好人。他是敬畏上帝，不止自己敬畏上帝，经文说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而且是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他的敬虔不是只有在属灵的事上，他在生活上也是有敬虔的生活。同时呢，在他旁边的人呢是一个虔诚兵，好，他旁边有服侍他的是一个虔诚兵。所以你会发现这哥尼流真的很典型的是个好人。有时也让我们思想哦，好人也需要信耶稣哦，好人也需要知道救恩才能够到上帝面前来。有时要如果遇见一些朋友，他常常说我的婆婆好，我的亲戚他们真的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比基督徒还好，他们的整个的善良的品德有时候比某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还优秀，还要有见证的样子啊。可是有时候让我们想想，如果这么好的人只因为没有认识耶稣就不能够在永恒当中被上帝纪念，那我们更要迫切的把福音带给这些所谓好人，他们需要耶稣，在所有的善行当中他们是被纪念的。所以呢，上帝就差遣了彼得要去把福音带给哥尼流。所以经文当中，所以会发现先有一个画面是在哥尼流的家中，哥尼流蒙圣天使指示说，你所有的善行祷告都被纪念了，你去到哪里去，去找那个彼得来。好，所以哥尼流这边就派人出发了。所以在哥尼流所在的该撒利亚，他要派人出发去找彼得。好，这个时候呢，诶，虽然画面就转到彼得，彼得在做什么呢？在第十章的第九节开始就讲到彼得呢，他在这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城里，在约帕，他在也在房顶上祷告，然后很有意思，说他觉得饿了。这个时候他也看了异象，这个异象也是说啊，他看见有一块大布细着脚在地上啊，在里头有许多各样的四足的走兽跟昆虫，还有各样的飞鸟，还有声音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然后呢，你会知道这样一连串，彼得看见这个异象，然后叫彼得宰了吃，然后彼得的回应都是说，哦，不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旧约圣经的背景哦，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的十三章哦，有提到对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而言，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洁净的东西呢才能够当做食物，洁净的东西呢才能够当做供物来献给上帝。那其实我们会了解，这在旧约在主前十四世纪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这些律法对这些以色列人而言，我们开始知道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智慧。在旷野漂流时期有许多东西，如果你不能够彻底的熟食，它会带来许多的传染病。所以变成说上帝教导以色列人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生活当中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所以这个律法对以色列而言实在是给他们的保护。那可是到了主后第一世纪，彼得呢仍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犹太人，他仍然活在这个律法的框框当中。可是上帝却提醒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这样子的对话跟意象呢前后有三次，经文当中记载随后前后三次。然后彼得正在思想猜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时候哥尼流所派来的人就到了，所以上帝就预备了彼得。所以之后呢，哎呀，彼得就想起了这个意象，所以之后彼得就愿意跟着这些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去哥尼流的家。所以这一段故事你真的发现真是圣灵预备，这边对哥尼流说，这边又去预备彼得，让彼得能够突破这样子的框框，能够跨出去。所以经文当中路加很独特的他写说，在十章十九节啊，
说彼得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好，有三个人要来找你呢，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所以我们待会发现啊，在这一件事情，使徒彼得要进入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你会看到上帝要使用异象，上帝要用差遣天使，圣灵要向人说话，大费周章的让福音要从犹太教的世界，犹太人的社群要开始突破进入外邦。所以这真是一个福音的大要进，这是上帝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想出这样的计划。如果人要来做计划，大概我们就会拦阻，不可能，不可以。外邦人也许在当代世界当中，犹太教人不跟他们来往，不进他们的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上帝预备了一切，让彼得突破这些障碍，要开始走进外邦人的家。好，所以你会发现啊，很有意思，当他们住了一夜，然后彼得呢就跟着他们去，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文的记录很有意思啊。这个去的当中，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就在该撒利亚。你会发现哥尼流呢是已经预备好了，他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哦，布道会耶，哥尼流已经请了所有的亲属密友在他的家里面，像是一场布道会。然后嘞，讲员姗姗来迟哈，因为要请这个讲员还不大容易啊。然后哥尼流所派去的人还会跟彼得说清楚，因为哥尼流见了异象，有天使只是说要请你去他家。然后彼得呢还有圣灵提醒他，有这三次异象提醒他，他才跨出这一步。然后跨出这一步呢，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啊，哥尼流实在是大概等很久啊，一见到彼得呢就俯伏在彼得脚前拜他，大概有点糊涂了，等候太久了，不知道上帝说要找来这个人是何许人啊。彼得说不不不，我也是人。然后之后呢，进去之后，然后彼得的开场白，圣经当中就讲述这个讲员开始上了讲台，开场白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哎，你发现这个讲员很有意思啊，他就意思就是说，我本来不想来的，我也不该来的，我是不甘不愿的，被上帝给架来了。好，我今天就依约而来了。我好，那请问你们请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这讲员还很不甘愿啊，会众都预备好了，好，这个讲员呢还没预备好，这讲员还没预备好。然后呢，哥尼流又开始说嘞。哥尼流又说了，前四天这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诶，哥尼流不得已只好把他在前面他所见的异象在彼得面前又讲了一次。你发现要说服彼得还真难哈。哥尼流先见了异象，路加写了一次，然后哥尼流派的虔诚兵要请彼得来的时候又讲了一次，然后彼得好不容易来了，要讲些什么嘞？好，哥尼流只好把他看见的异象跟彼得又说了一次。所以这个异象呢，哇，一连就讲了好几次哦。然后哥尼流说完了说，好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彼得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哥尼流都已经预备好了，上帝嘱咐你什么，我们都预备好要来听了。要来听了，哦，所以你会发现哥尼流讲了一长串他的见证故事，彼得这位讲员终于开口了。他开口说什么？在经文当中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哇，这句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你有没有发现应该是说给彼得自己听的吧？哥尼流在上帝面前，神已经跟他说，你的周记你的祷告都被纪念了。然后这句话大概是彼得说给自己听的，我真的看出上帝不偏待人。所以之后呢，彼得就开始讲道了。
所以彼得这一篇讲道，你会发现讲道的核心的内容啊，跟其他篇的讲章很类似。他首先有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的受死，然后讲到他的复活。因为你会发现这是在传福音当中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的生平事迹。可是生平事迹整个是引向耶稣上了十字架，而十字架其实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而耶稣没有被死拘禁，他的复活见证了他是上帝所高立的基督。所以这是彼得的讲道的内容。所以这个讲道当中，彼得就说明我们这些都是与耶稣同吃同喝与他同在过的门徒，我们今天就是来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谁。是谁呢？他这么说，他说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这是彼得的见证，对外邦人，对外邦人，彼得是这样见证，他没有引用旧约圣经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同时也是众先知所见证，凡信他的人都必因他的名罪得赦。这是彼得的讲道，这是彼得的讲道。让我们看，当我们要传福音介绍耶稣给别人的时候，记得要抓住重点，抓住重点，耶稣是谁，他做过什么，耶稣的十字架的真理，耶稣的复活，那么来证明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是彼得的讲道，他来见证了耶稣是位在历史当中真真正正生过、服侍过、死过、复活过，而这位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属于耶稣的人呢？也说了，就是凡信靠他的人，他这位上帝所高立的基督是审判的主，他也是赦免的主，只要求告他、信靠他，他就能够赦免每一个求告他的人。所以突然他的讲道，路加就只记录在这个地方，圣经当中很戏剧化的讲哦，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哎，讲员布道的时候还没有呼召有没有人要信耶稣，还没有呼召要不要决志，要不要举手，哎，这个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也可以说彼得的讲道把真理的核心讲明清楚的时候，他还不用呼召，圣灵就工作了，圣灵就工作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也可以说圣灵好像打断了彼得的讲道，中断了彼得的讲道，可是很特别的，圣灵降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注意看啊，路加的用语啊，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然后呢，经文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这边同时提到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还有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的身上。然后呢，有什么现象呢？外在的现象就是这些彼得这些使徒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好休息哦，这个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最初的120个门徒的身上也是这样的现象。这是彼得也没有按手，他们还没有求告，也还没开始祷告嘞，而只在彼得的讲道当中，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圣灵的恩赐交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洗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这个时候彼得的口中是说，他们受了圣灵，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哦。所以我们留意在哥尼流这个事件当中，特别路加写作了，就是圣灵似乎作为一个记号，是这一群外邦第一批外邦信徒要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圣灵亲自来做见证。
跟当初五旬节的时候120个门徒所最初领受圣灵，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让彼得无可推诿。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跟我们一样。所以你注意，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写作，他要交代福音的进展，福音的进展以及使徒们在传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用圣灵印证，这个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以至于没有人可以禁止，没有人可以推诿说，哎，他们不算，他们不是真的信。从这个当中你会了解，这是第一批外邦的信徒，由使徒彼得所带信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好，为他们受洗，为他们受洗。所以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啊，就是会认为说，哎，这个是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他所有的传福音或是教会的运作都是一种典范，都是一种模型，我们通通要照着做啊。其实你注意啊，并不是全部要照着做。好，譬如说我们在讲过他们好像凡物公用在实施共产吗？其实你会了解，就是当时有特别的需要，后来的初代教会当中并没有这样做。而在这个时候，圣灵是先降下，他们才受洗，这是一个特例，这是一个特例啊。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使我们属于主。好，所以留意，我们不是通通要一个模式，好，没有圣灵降下你就不能受洗啊，并不是啊，而是在第一批外邦信徒身上，特别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要来做见证，这个是真正圣灵所推展的福音的路线。那么不然这些犹太教背景的信徒们很不容易突破，要把福音带到外邦去，要让福音能够突破这些成见，能够进入外邦的世界，你会发现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留意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开始啊，十一章开始就是当使徒彼得服侍完了哥尼流，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呦，你会发现还遇见挑战，遇见难题。这个难题很有意思啊，那些奉割礼的门徒竟然跟彼得争辩，争辩什么？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咦，奇怪，他们怎么不是说，哇，彼得你好棒哦，上帝使用你，在那边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会。他们竟然说，哦，你去外邦人家跟人家一起吃饭了。你大概也是发现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优先次序哦，需要被圣灵来光照，需要被挑战，重新重整，我们可以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不然常常我们一些枝微末节，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些奉割礼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竟然在意的是这个，而不是有人信主得救。所以当彼得面对这些人的辩论跟挑战的时候，彼得就开口，圣经上说他把这事挨次讲给他们听。话挨次又来了，彼得又讲了一次，我看见异象，有一块布垂下来，好，等等等等。然后呢，等到他去又说，这些哥尼流的家人，上帝如何预备了他们。所以彼得就见证说，我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你会留意，在这一段他也是讲到，这是受圣灵的洗，讲述这一群外邦信徒跟我们这一群领受圣灵的洗的这一群第一批的犹太教的信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信从主耶稣的时候是这个过程，这群外邦信徒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当然也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很有智慧的，就是跟彼得一起去哥尼流家里的还有六个弟兄一同做见证，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各位弟兄姊妹，福音的大要进，你万万没有想到福音的大要进的突破，并不是在一个不信的世界当中
要圣灵来工作，福音的大要进最需要突破的竟然是上帝手中的使徒，要经过福音的突破，使这些使徒们要被颠覆，要被改变。你我呢，有什么是需要被突破，以及福音要从你我的生命当中来展现那个大要进呢？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实在是高兴欢喜，主啊，但也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有时我们不经意的出于无知，出于小性，出于我们的成就，出于我们过去的框框，主啊，我们拦阻你的工作。耶稣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望跟期待，我们可以被你改变，我们需要被你改变。主啊，在这个不幸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你福音大要进的器皿，来见证是你的作为带下了属天的祝福跟能力，继续在这个时代当中展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